sunny days, no more sunny days. I got a heart that won't behave. I got a mind gonna make me insane.这个解决方法，云林县农耕土地面积比例达全国之冠，79,747.37公顷，其中稻作面积更高达44,834公顷，占县内耕地面积56.2%。每年6月至7月及10月至隔年2月之农忙时期，常见农耕机具始于道路上，夹带泥土污染道路路面，不仅有碍道路整体观瞻。泥土风干后亦容易随车辆高速行驶造成扬尘污染，且每年10月至隔年3月伴随强盛东北季风吹拂下，因农耕脏污扬起，更加深影响空气品质。云林县环境保护局针对农耕机具改善作业相关作为，包含一、提供农耕脏污宣导单章，扩大宣导作业；二、执行高农耕污染地区农耕脏污道路查核，有效掌握农耕机具污染情形，并于该污染源树立禁止农耕机具污染告示旗帜，告知土地所有人或行为人其污染行为已被查获，并劝导宣导进行清除改善作业，如屡犯则依法取缔，将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三、办理农耕脏污村里宣导说明会，加深农友们对道路整洁维护之观念与配合意愿，有效减少农耕机具污染之比例。四、云林县环境保护局成立快速打击小组，于查获或接获通报之2小时内调派洗接车辆完成脏污改善作业，同时加强污染源横向通报机制，积极改善道路污染来源。五、制作动画影片，透过有线电视相关网络平台及结合相关计划设置之电子看板进行播放，加强民众污染防治及自主清除改善观念，进而影响身边亲友之观念，扩大宣导层面。云林县环境保护局提醒农民朋友，农耕机具行驶道路前应先清洗轮胎及机体，以避免夹带泥土污染地面。相关防治方法包含：一、可利用铁柄或条状器具将附着于农耕机或轮胎上之机土清除干净后再行驶于道路；二、农耕机具可缓慢行驶道路后，
清扫或冲洗行经道路，以维护道路环境。相关处理可拨打免付费陈情专线0800-556-003，专线电话0553473121。云林县环境保护局关心您。